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捧米胖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每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的新闻，和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阿勇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阿勇啊，你敢捌听过咱台湾有一条足出名的歌，叫做《青蚵仔嫂》，是安尼咧唱的吼。别人的阿君啊是青色米露，阮的阿君啊话是白青蚵。本人捌听过，不过迄个我知影台湾出蚵仔啊，这条新闻是咧看最近蚵仔浪的状况吼。这是我出的题目。好。来，青蚵仔嫂笑袂出来啊 ！Oyster farming auntie is none too happy。前一阵啊，欠关温又搁上大雨，害着蚵仔成长。The recent temperature spike and heavy downpours have inhibited oyster growth。价钱是贵到一斤107块，有史以来上悬价。Oyster prices are up to 170 NT per gain, the highest on record. 对海水靠牢巴牢咧成长。Living in the tidal sea waters, 这蚵仔肥足足，食到特别清甜，真球心，阁无粗现。The oysters here are fat, especially fresh, meaty, and they don't have that.Fishy odor. 不过因为气候变迁，甲蚵仔浪老化。But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aging oyster farms, 放蚵、捡蚵、破蚵，跩工课拢剩六七十岁人咧做。Raising, collecting, and cracking oysters have all been left to the 60 or 70 year old plus farmers.未来要吃到这么清澈的海味，恐怕是会越来越困难了。And in the future, getting that fresh from the sea taste is likely to be ever more difficult. 讲一个，蚵仔在靠楼、巴楼在成长，英语干那一个词吼，讲 tidal 就好。啊，免讲啥物 high tide、low tide， 啊，台语敢有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有，你若是干那要一字，就是讲流，还是流水，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英语内底 tide 的意思。我是特别想要甲靠流、巴流写出来，互大家看，因为照讲咱台语其实是一个讨海人的语言，台湾人是一个海洋民族。不过现此时，大部分的台湾囡仔对海拢是足无熟悉、足青分的，所以想要甲大家介绍一寡甲海有关系的词类。咱像拄则讲的迄落 high tide、low tide， 其实台语唔那是靠流、巴流、大流、小流、水体、水涨，拢是咧讲同款跩现象，足丰富，因为大家拢有咧讨海。阿勇，你敢无爱食台湾的蚵仔？我家己较无爱食蚵仔咧，啊你咧？我是从细汉就足兴蚵仔煎吼，你若蚵仔若经着迄个有青的，佮人人人的，食着就会足揪心。即个揪到底英语是要安怎讲？我之前拢听人讲秋味，我讲唔对咧，即个翻译。对啦，我之前有翕甲阮外国人的朋友嘛，翕一翕一块影片，讲着即个揪即个词，因为其实英语敢若无即个 expression 讲。Q， 那就是有就是那趣味嘛。但是伊嘛是较要安怎讲 ？It's like a good kind of 趣味。对对对，亲像啊，用我上爱食牛排啊。对。牛排那是煎甲一个嘟嘟啊好哦，这个火候啊，食起来就是 Q 好食。啊，不过你那是煎过头，伊会变作啥？变作软叽叽。啊，软叽叽。啊，问题是这个 Q 甲软的英语内底其实拢是趣味。对对对，你那是软。论记记，论记记，论记记嘛是讲手语，所以这较歹讲诶。而一个较简单的翻译，你可能就讲 Q 是 pleasantly chewy， pleasantly chewy。搁有一个词真恶翻译个，就是迄个粗痕，吼，因为粗痕嘛是讲肉还是鱼，但是英语敢若无即个讲肉诶词，敢若讲鱼尔，迄就是 fishy。
哼，啊，若是讲肉，我想袂起来。嘿，因为草这字其实呢嘛真特殊，台语内底草就是摕来讲鱼甲肉的气味。嗯，那是敢那用伫只粗现，咱常常听到人会伫外口食便当的时阵，人问你讲，你是敢有食粗的，还是你食素食菜的？哦，所以这是vegetarian veg 甲 non veg 嘛。嗯哼。好啊，后一季真趣味啊！听讲顶礼拜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个伫美国较出名的歌星吼，要出来选总统。这是阿勇出的题。Kanye West launched his bid for the White House on Sunday. 禮拜美國一個藝人叫做 Kanye West 起國要出來選總統啊。 With a chaotic event in North Carolina. 不過他頭一場活動辦在北卡羅來納州，無甲是亂吵吵。 He delivered a rambling address.伊个演讲啊，五四三讲几大堆。That touched on theology, homelessness, and corporate power. 信仰啦，有路无厝的问题啦，企业力量伤悬的问题啦，逐项都爱问一下。Before engaging one member of the audience in a long discussion about abortion, 上尾佫甲一个观众讨论提囡仔的问题，讲甲毋知通煞。A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讲 that while West's entry into the presidential race could be a promotional stunt, 虽然 West 这个人出来选，无定是为着做广告才来变这出。It is underpinned by his strong religious values that run through his music. 不过嘛，看会出伊自头到尾拢诚心诚意为着伊的基督信仰。And it raises interesting questions. 这就引起人咧讨论讲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S. 在美国，信仰甲政治的关系到底伊原性本质是啥款 ？And where Black voters fit into that discussion. 佮有因的黑人选民伫这个讨论内底是徛伫虾米立场，这嘛是一个问题。好，所以这嘛是国际新闻哦，啊，外来名过来啊，啊，Kanye你是安那翻译个？这嘛我干嘛翻译？我听伊的原因，其实爱念作扛爷，扛爷，就是两字拢第高声背起哩，哦，而且第二个音节。应该念作耶伊，嘿耶耶嘿耶耶康耶耶伊啊！这个耶伊就是，大家无安尼三个母音斗做伙，所以我就勉强甲伊读作两句，变作康伊耶。那听起来那像是要康伊的车、康伊的牛这个意思啊。一个好处啦，就是你阿妈绝对念会出来。啊，佮有一个North Carolina。我就看即马大家惯势用的汉字，我甲念看卖，其实音嘛无差对倒去，我就直接用，我就无改啊。所以是卡罗来纳吼，卡罗来纳，啊后壁还佫有字，就卡罗来纳州，卡罗来纳州，安尼吼。一般来讲，拄到即款外国地名照音翻译个，我拢袂想要家己汉字写出来。不过这条我今仔日特别爱提出来介绍予大家，即、這个。哥伦比亚，这四字汉字我要写出来给大家看是安怎？因为这四字汉字不是我投的，这是在日本时代台湾有一间唱片公司家己号的名哦，对，就叫做哥伦比亚，所以较早都有这个名的对。对对对，即马你若是伫台湾，你有咧收藏一挂古早老唱片的，无定你捌看过这四个字，意思就是要甲大家讲，其实。古早伫中华民国来进前，咱台湾话有即个时间，其实是足国际化，毋是干那本土化，是足国际化的语言即个时代。上尾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阿华，那是拜登甲 Trump， 啊，佮即马有即个 Kanye West 当作阮的候选人，你感觉倒一个赢？牵伊个就是敢若出来问导游尔啦，不管你是牵车还是牵牛，应该是选袂掉。拜登甲 Trump。我就想讲，虽然讲即马 Trump 伊个民调是有较输，啊，不过你看伊顶边出来选的时阵，
民调20%、30%伊嘛咧输啊，尾啊也是赢倒转来，所以即回我嘛感觉讲，你唔通看猫的无点哦，无定伊上尾也是赢哦。你若感觉英台 Express 对你有帮助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那有任何你想要看到阮两个互相欢迎的新闻 ，Feel free to drop us a line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next time. 再会。